山啦，再见。今日上完堂，做完治療之後，仲要同其他學校開 Zoom 會，唔知佢哋翻咗學未呢？早晨啊，早晨 ，Jessica， 早晨。我哋要做让爱闪亮特辑，介绍唔同嘅学校。大家学校最近有咩特色活动呢？我哋学校咧就筹备喺一部分由来喺零二年就来喺陈海辉，佢就系香港赤城组同埋体育组。每次嚟我哋都玩得好热闹，好开心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你哋啲堂同紧啲咩咧？我哋自己嚟嘅同學都好活潑好動噶，佢哋組織咗一隊共融龍舟隊。我之前仲睇佢哋比賽，仲攞咗亞軍添。嗱，七號龍就係佢哋啦。我學校地下同埋天台都有花園，又有水間種植天橋。我見到啲菜變成好大棵，感受到生命教育嘅重要，係一個生涯規劃同埋職業訓練。好開心見到大家！我呢排參加咗個音樂鋼琴比賽，真係練咗好耐啦。好彩最後都攣到好好嘅成績。大家好啊！你哋呢排忙紧啲咩呢？我哋金马迪中心嘅学生就忙紧彩排轮椅舞，因为就嚟比赛，所以我哋依家要加紧练习啊！放我走。我哋学校有一个虚拟实境活动模拟训练，我哋搭巴士。我哋学校咧有一个咖啡师培训课程嘅，就俾大家参加。拜拜 ，Jessica， 听日见，听日见。每日翻学嘅生活真系好精彩，我虽然行动不便，
但是我都可以活出自我，发光发亮。